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哇，天气好舒服，喜真欢这种天的。气啊，20度的天气哈，是。就是其实啊，已经深秋了，一个深秋了啊，但是很凉爽，很舒服哈。好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呢，橘黄蟹回哈，橘黄黄的时候呢，螃蟹就很肥美了啊。也是开始吃大闸蟹的季节了，像各种蟹，各种蟹都好吃哦，真的，不管花蟹啦、三点蟹啦，各种蟹都好吃哦，看你方便买到哪一种哈。是，那我今天用的呢是青蟹，也就是海蟹哈，青蟹海蟹，而且是买冷冻的，它都会帮你处理好的，在那大市场可以买到，我觉得很方便。可以去除它壳的重量也没有了，内脏肠你都全部清除干净哈。那讲螃蟹哈，螃蟹，好，其实螃蟹有很多种吃法哈，这种吃法，当然最基本就清蒸了，吃它的盐味，对不对？是，但是因为蟹很凉，紧定，所以在蘸的时候都会有点姜泥，对不对？就是醋姜醋，要沾点那个姜的话呢，就去寒了。它比较寒哦，最基本就是清蒸了。当然还有说避风塘炒蟹啦，还有呢就是还有呢，我记得淡水有一家海丰楼很有名的炒螃蟹，哎，我去吃过几次，让你们看一下哈，吃蟹的季节。你看老师今天拿的这螃蟹呢，是你看一根它是冷冻的，已经没有外壳了。好，然后呢，里头的这个毛囊之类的东西都清除干干净净了，背鳍都清除干净的。这个呢，我曾经在夜市看到，它这样一只一只就这么大小，然后呢，沾了那个地瓜粉，炸得酥酥的，撒胡椒盐，胡椒盐在对，卖。是，我我有曾印经在象。夜市看过，原来他们就是有这种进口，这样一箱一箱，但它很新鲜哦。它是新鲜，是冻起来的，所以你不要在，但是大市场才可以买得到啊，不是要买到，所以呢，像这么大小，我就切成两半，我就可以用，很方便啊。你整只也可以哈，它整只我们比较不好咬，那夜市会正卖的话，整只这样比较整漂亮。只，然后再看一下，我买到是这样子，我只冷冻把它解冻而已。那这个蟹呢，我们再做这样，我做起来就好大一盘了。它最适合下酒菜。下酒啦，下饭啦，都很方便了哈。好，它其实很简单，这个菜很简单，啊，配我们就好了哈。好，这里头我蟹是主材料，然后我配上哈，其实呢我放点青椒，但是我青椒用完了，我刚好有这种各种彩椒，啊，配起来漂亮，有紫色，有黄色，有红色，因为我上礼拜不是做那个感恩节的火鸡活动吗？为了要布置那只大火鸡，买了好多的各种的彩椒，各种彩椒，然后呢，还剩很多，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用好了哈。你看我红椒，我好像讲过哈，这个姜呢，它的凹陷的地方很多呢，在喷洒农药时候会卡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我会教朋友哈，就切的时候从这凹陷的地方切掉，这个地方呢容易卡农药在这里头，你看我也从这边这样切掉。凹的地方，凹槽地方切掉，然后呢，我再将这个我今天不会用到这么多了，因为这是配料，配料不要喧宾夺主哈，不要比主料还多。好，这时候我再将你的地的这些东西再拿掉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你看就这样子哈，你看我从这里头，好，我紫色的。我刚刚讲的这是配料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那么多，我们只是配色而已哈，配色而已。好，就这个拿一半这样就好。好，咱们配色配起来。好，我切一滚刀块，好，可以吗？因为我今天的那个蟹是块状的，所以呢，你的那个配料呢也要切块状，有点类似滚刀这样子哈。好，我拿个小盘子来装。这些我们配料，我都放在旁边来，我放在这里好了。好，OK，来，那蟹呢？我们怎么处理？然后它新香料，还有葱段姜片，大家都知道，所以我先切好了葱姜、葱段跟姜片啊。调味料有哪些呢？有甜面酱，好，番茄甜面酱、番茄酱，一点酱油跟糖，
这样子，它是有甜面酱咸味跟香味。这甜面酱呢，就是我们做炸酱面那个甜面酱，是，请不要上当，它是有一个甜字的，你说咸没有？它很咸啊哈、也就是我们在涂烤鸭，它要再稀释过，再加点香油，加点那个糖，再把稀释过沾葱啊，沾那包烤鸭的那种，也就是炸酱面的甜面酱哈。这我等一下要调，那番茄酱或番茄泥都行，因为我那天开了一罐番茄泥，那很容易坏掉，要尽快用完，不然你一定要收冰箱哈。我就直接用番茄泥，番茄酱也 OK 的哈。那我们来处理这蟹来看一下，这蟹酱哈，其实它很软，上下是可软的。我轻轻你看啊、那手上一拨，我们先拿个盘子过来。好，你看我手上一拨就两半了。是，有没有？好，拨开两半之后呢，这边不是有切口吗？我等一下在切口的地方沾上薄薄的一层面粉，入油锅炸。为什么要沾面？不要整只沾，只沾这一件。为什么沾呢？因为这样封口，口封住之后呢，你在炸的时候呢，鲜味才不会流失在油中。哦，这清楚了哈。清楚。好，对，你看，其实我不用切，这样轻轻这样一扒，就两半了。好，那这些蟹呢，我要来沾上粉。沾上粉呢，然后来注油锅来炸熟。那你在家里的话呢，你怕油太多，你用煎的也可以。比瓶子多一点点就行。那家庭的话，怕油太多哈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刚刚讲了，我要入油锅里头来炸的时候，我要沾上粉。是，沾上。你看啊，只是在切口的地方哦，在切口的地方，那沾上薄薄的粉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沾上粉。好，这个粉是什么粉？啊，面粉。哦，面粉就好了。你方便，然后倒都行。是，甚至太白粉也没有关系。好，好了，你看哦，切口地方，这为什么要沾粉呢？是封口啊。将你在炸的时候，不会将鲜味呢就流失在油里头哈。沾好了。是，然后其实我们旁边的油锅也已经在热了。对，油锅已经在热了。是，对。好，其实老师这道菜都很简单，并不难哈。好。来看一下这油温，好，那其实我想在这油温干净的时候，我先将这过油，过油哈，因为它等一下它是蒸的嘛，对，过一下就好，就拿出来好了。是，我将甜椒，你用过水也是可以哈。好，我这样子立刻就上来了。等一下这样会，过一下油就好，过一下油就好，它是熟，是可以熟的。等一下最后放进去拌。还有两个，好，这甜椒我们最后就放在上面哦，已经过油，或是你用放烫的也可以哈。好，放在这边，好 ，OK。那这里头，现在我就要来沾这个蟹，一只一只的放进来哈。是。好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看到这个我就想要弹走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蟹的香味哈，对，海鲜的香味，好，这样子。普通你在炸东西有沾粉的话呢，下去不要立刻去翻动它，我的粉会脱落的很厉害哈，粉会脱落的很厉害。我可以将这个放在正中间，你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哈。蟹香马也知道了，蟹香马也上线了哈。好，阿贵说他做巧克力菠萝面包去了。谁去做巧克力菠萝面包？阿贵，阿贵哦，是哦，闻到香酥的味道了，真的，手机又飘出香味的感觉。对，阿贵的手机是哪个牌子？大家都很好奇哈、哦，你看，这已经蟹脚变红了。那我们有粉丝问说是中火吗？我还是中强，对对，中火再大一点，对。它其实它很快熟，它很快熟。你看，我再拿出来。好的。好，来，这些都已经熟了，蟹很快熟哈。我听到滋滋滋滋滋的炸的味道，这很疗愈，对不对？是，很酥脆。对。在外面吃他们点的菜，我就觉得哇，现在外面菜也都差不多而已哈。其实你们学了这些，自己在家做就做得很好了。好，你看。
有看到吗？好，我先放在旁边来，放到旁边哈。这些我们的馅，好，那我们要准备要调酱了啊，我们的甜面酱。嗯，我要先擦成稠嘛，你看，嗯、我用这个酱，现在差快两大匙了，我用水先把它调化。好，好，甜面酱先用水调化。对，好，甜面酱先是。我油已经洗掉了哈，嗯，好，先调化。哎，半山居是那个谁的谁？啊，半山居在就是我们那安老师，台中的粉丝，犀利家庭的朋友哈，半山居对。哎，我记得他有给我一包他自己种的马告哎。哦、我记得他有送我一包他家自己种的马告哈。有个粉丝说他没有潜水，是好像自己认识的。啊，啊，不要潜水，那赶快浮出水面。浮出水面哈！天哪、啊，这个太香了，这个味道我闻到。对对，喜欢蟹的哈、嗯，这甜面酱这样子哈。嗯，调化。它也要加糖。好。它加糖哈，来。甜面酱加水调化之后再加糖。对，它很咸，它很咸哈、嗯。一定要加糖。对，因为我们这里也有加酱油啊。是。好，你看我加糖了，酱番茄酱我直接炒。好。这是酱油，淡色的酱油。甜面酱虽然很咸，但是也要酱香味。一点酱香味。好、嗯、好。那这样子。番茄酱等一下，我们下去炒就好了。嗯，事实上，总的调味你调好之后，我都会建议你 test 试试看。试试看。这样你如果太咸太淡，你都还可以补救啊。只要糖化了、嗯，糖化的时候呢，看我用这次另外调羹，我来 test 看看啊。嗯。嗯。吃着自我配方是 OK， 那假切头用焖加姜。是好，因为我加了单色酱油，还有甜面酱本身很咸，是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吃的糖都可以全部加。是，对，有点的不平，没关系，会很严重。好，我再放油哈、哦。有人问说，没有甜面酱可以放什么？嗯，它适合甜面酱呢、欸。甜面酱很好取得啊，就是杂货店就有了，杂货店啊，什么超市，就是对对对杂货店就有了，嗯，很好买。我用这个叫做意大利进口的酱油，这是耐高温的油哈，是花一点油要爆香这个材料，来，家里太多油了哈，来葱姜爆香，来我们葱姜爆香，来姜片，葱姜来爆香，好，我普通会将这个葱白的部分呢，先放进来。葱白的部分哈、嗯。好，刚刚闻到香味，葱姜爆香。然后呢，这些我晚一点放好了，因为我今天切的绿色的哈。嗯。切绿色的，好。啊，片汤哈，我可以这样汤，好，先把爆香。嗯天哪，好香！天哪，好香！因为是巧食物最接近最近、哦，对，这时候记得要呛酒，沿着后面呛酒、哦。你看一下，老师拿这罐胡叶米酒，这是我的一个，这目前干妈店可以买得到，以前爱买可以哈、哦哦。你看我这样呛酒，哇，那个香味整个都出来了哈、哦。嗯，好，这时候呢，放一下。天哪！啊，好烟呐、啊！火太大了是不是。天哪！哦，火弄小一点哈、哦。好，这时候呢，等番茄酱炒好的总和调料放进来。我总觉得那个油都飘到我这边来了。好香！好，好去，我们吃葱姜爆香酱酒。然后番茄酱放进来哈、嗯，然后我们调好的总和调味料放进来、嗯。这时候呢，我就将这个蟹啊，已经上好蟹，这时候再烩一下。好，这时候再烩一下。在烩汤的时候呢，我再将这个葱粒放进来。嗯，好香哦。好，因为我刚转很小的火了哈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再将我们这个彩椒啃软哈，好，我们紫色褪色了，好，这样就有红有绿了，好，这样就完成嘞，来，你就准备好了吗？
你就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是，所以刚才我们蟹是一口气把它炸熟的，嗯，好，哦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方倒到我们的容器里头了，嗯，下饭菜下酒菜，是，哎，请客菜也很好，请客可以宴客菜，宴，嗯，客菜，是，嗯，现在到外面吃那馆子，我都觉得好像是瘦瘦哎哈，都还好。我们西西利亚说，他说来到。欢迎来到慧慧海鲜快炒，林美慧老师，慧慧，慧慧海鲜快炒店啊，对，没有错，真的很快速的这一道就是可以宴客的菜色。嗯，我们将这些把它雷奥一下啊，这漂亮的菜色雷奥一下，嗯，这样子啊，有黄的，有绿的，这样子，哇，我们的紫色变色了，变色没关系，好，我们还有红色的。把它挑出来，嗯，看出来，好，这样就行了。哦，我们这道好大一盘的菜色了，真的现场是非常的香，是，真的啊，两碗啤酒，我们等着来，嗯，一起来开啤酒，开啤酒，哈，哦，嗯，好，就这样子了，这旁边我就不插了，嗯，啊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是，蟹盛产的季节，我今天用的是海蟹。就是青蟹，青蟹啊，嗯，是买冷冻，就是人家进口，但它很新鲜。是，那你方便买得到的各种蟹都行哈。嗯，你看吃哪种蟹都可以做个这种做法哈。嗯，好，橘黄蟹尾吃螃蟹的季节来了，就请你们呢，请用吧，啊，大家享用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喽，很单纯，很简单，又下酒菜哈。嗯，希望你们下礼拜继续分享，谢谢老师爱你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。